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去往广州城怎么走？啊，这里已经算是广州境内了。要到城里的话，要沿着这个山坡走，之后呢，拐个弯继续走。哦，到时候遇到路人，你再继续打听吧。好，多谢你了。啊，不客气。你想要啊，梁坤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见过吗？说，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见过？在下铁桥森，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？二师兄，你看王彪也来了。听闻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森，嘴上功夫了得，不知道拳脚如何。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，看你铁桥森有什么能耐，能在广州立足。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，我说不上能言善道，又何来狂妄自大？再说。宝芝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福成，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画地为界、抢占地盘的意思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。阿成，啊，你先带大家进去，把门关上。不啊，带着大家进去。师傅，这。哎呀，别看了，都走吧，听师傅的话，走走走走。哪位师傅先请啊？好
安堂主，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？我只是看不惯，你们以多欺少，犹如我们岭南武术界的威名。既然安堂主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请安堂主给我们讨个公道。走。杨坤，我们的账还没算。 乡亲父老，在下王彪，是惠凤堂安大侠座下大弟子。承蒙各位江湖朋友捧场，称我师父为岭南大侠。我师父虽然武功高强，但从不恃强凌弱，一直秉承公道，行侠仗义。这是江湖上有口皆碑的。可最近这十三行码头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来历不明、名叫铁桥三的小子。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一些三脚猫的功夫。 多次口出狂言，向我师父挑战，我师父是一忍再忍，可他却得寸进尺，说我师父是浪得虚名、招摇撞骗。住口！各位父老乡亲，在下林福成，铁桥三大侠座下大弟子。刚刚王彪说的那些话呢？ 大家全当他是放屁好了啊！放屁！大家不要理他。你林福成，大家全当他是瞎话。找打是吧？嗯，打就打，反正咱们两个都是大弟子，就先替师傅热热身吧。真希望你这货是铁打的。 是，哼，师傅，加油！嗯。
安大家省长，在下领教了。狄师傅，真是后起之秀啊！安某像你这般年纪，可不是你的对手啊。前辈，客气了。哎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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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，来，谢了，师傅，师傅，爹，您受累了，我给您擦擦。爹不怪你，女大不中留啊。阿彪，拿我的烟来。爹。跟安老爷子说一声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是啊，等下的比赛啊，就不要再打了。不打了？你害怕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啊？刚才我在台上跟安老爷子比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后力不济，如果再这么打下去，对他身体有损。哎，师傅，他是安爸，你这怎么了，师傅？哎，本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场比赛我其实也不想打，都是你们撺掇我打的。师傅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我们大家撺掇的？难道你忘了对面那个王彪有多嚣张啊？师傅，你要不接这个挑战书，他就让你在汇丰堂门口跪12个时辰，欺人太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这给安老爷子下跪也是正常的，他毕竟是前辈嘛。师父，你为人不图虚名，弟子们都很佩服。但是这场比武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不光是关乎面子的问题。王彪前五13号码头。去，对，师父，我们几个离开码头不是没饭吃，只是那个只是我们不想让13号码头变成他们运鸦片的通道，更不想让更多的鸦片卖给我们中国人。我先赶想。哎呦，师父，打！打！打！打呀！打呀！打！打师父！师傅，我看那个铁桥三的武功，翻来覆去的就那几招，全凭一身蛮力才被您打倒。下一场您跟他比刀法，您的劈挂刀那是独步武林，绝对没有对手。更何况，师兄，你要是觉得铁桥三这么好打败的话，你去打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别吵了。阿彪上去啊，他肯定不是这个铁桥三的对手。啊，要是输了，还不是丢我们汇丰堂的人？阿彪，拿我的刀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个铁桥三有几斤几两。师傅，铁师傅，刚才拳脚上没分出胜负，咱们兵器上皆输赢吧。请安师傅赐教。以武会友，应点到为止，但刀剑无眼，如果误伤你，莫怪老夫啊。
爹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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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。